连两次沉稳又积极进攻，让对手招架不住，拿下一分。柚子同学高晨瑞在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八强赛对上巴黎奥运男单银牌的瑞典六角战士莫雷加德，第一局频频挥空让出，但是第二局开始掌握节奏。连续两局8-9落后，又以12-10、11-9后来居上，展现惊人毅力。第四局对手加强进攻，11-7把柚子逼进决胜局。柚子没有松懈，最后一局一度被7-6反超，还是沉住气，一鼓作气连拿五分，11-7终止连三败。下一站将对上世界排名第13的德国名将邱党。柚子同学挺进准决赛，也缔造个人在冠军赛层级中最佳战绩。小林同学林云如在八强赛中对上中国新星林诗栋，第一二局都以7-11让出，最后一局本来6-3领先，但被追平9-9，最终以9-11落败。女单方面，郑怡静对上的是中国选手王曼玉，在激战4局落败，双双无缘晋级四强。TVBS 新闻中，中永伦台北采访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